们家抓了两只就赢了，逆转，好不好？加油！题目是，高危险，哇，高危险职业，哇，你怎么样抓都抓不到，太多了。何谓高危险职业？太多了。先来一个，警察喽，太多了，警察算高危险，你呢？肥胖啊！新鲜感觉不要了，你又怎么了？高兴呀！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啦，真的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消防队员，对啊，帅高一点。还有电力公司的高空作业员，对，他的电塔一站都十几楼上面的，对啊，高空擦窗户员，好，洗窗哦，洗窗高楼洗窗洗窗户的，洗外墙的，哇，太多了，对，太多了，哇，这没举啊。你看我们这个队员很好，是提供的不错，看那个队员都要这死气沉沉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来，泰魔王一位，我了，好了，最高的，最高的，高危险，越高越危险，越高越危险，越高越危险。来，我们最高的哦，好，杀两只哦，加油，各就各位一位。好的，题目是高危险职业 ，Round Two 准备，防守杀他两只，逆转胜，预备，第一次，开始，预备。好，别动！别动！这是谁？肚子痛。赛车手，对，非常好。他骑的是什么车？你的摩托车好。他赛的是车。赛的是什么车？摩托车。赛摩托车的。摩托车怎么那么窄？就你要穿裙子不方便。哦，我以为表情有做到。我以为你的油缸比较小，对不对？要夹油缸。我以为是赛脚踏车。来了。你好像落在管理。你怎么啦？人家厕所在哪里？这是什么？憋尿的人。错。啊！哐！看，客气。二技演员。屁事。我看。男主角。五行。五行。替身演员。不得了啊！哇，厉害。对啊，相关行业啊。哦。怎么了？爬？你在爬什么？这位行动不便的朋友。你为什么会肢体不太协调？因为有一句高重，还爬电塔，高空作业员，漂亮，高空作业员，爬电塔，哦，对，我那个时常常会有这个职业灾害的，对，为什么这个位置的都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这个位置？你是什么？阿拉。叫你走，走，不是走，包包拿着，走了。什么？还是你叫驯兽师啊？有驯兽师，驯兽师要这样子的吗？真的啊，够啊！对，是这样啊。你看我驯兽师拍两个动物的屁股，对啊。还拍啊？一般就，去换蝙蝠。对啊。是这样，你合情合理嘛？驯兽师没有人家用手在拍动物屁股的，哪有没看过？没有，对啊，驯马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驯马师啊，哦，驯小绵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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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吗？小绵羊是驯吗？驯兽师。对啊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的，对啊，有时候被白老虎，前一阵才被咬死。你看那个拉斯维加斯白老虎就把那个，对，把它咬啊，驯兽师咬坏了。好，动作。这是什么？别动，你坐，你再过去点。哇，帅哦！来，嘿，这个动作是相当明显。过弯的时候，压车不是他那个游艇表演游艇参加游艇。你说是游艇吧？水上摩托车。水上摩托车。我是赛车，赛车过弯过弯压车。赛车啊！哦，摩托车。听说赛车，听说抓到谁？哦，那里是。目前平手。还有一局，加油，请回座。高德利，那个尽量不要再有那种拍评审屁股的事情。来，要知道，好不好？我的定力不是很好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。来，预备，第二次打击，预备 ，Go， 开始。东西。
每次都很奇怪。这是什么？好，现在呢，记者呢在伊拉克呢跟您报道这个战事，记者非常小心。现在哎呀，那个炸弹过来了！这个伊拉克的兵一直扫射，哎呀，不能了。就你了解的战地记者，战地了解这么胖的吗？战地记者都是趴着报道的，哎，没有，因为他站着危险，他那时候一定有听到枪声，他马上趴。枪林弹雨，对，枪林弹雨，战地记者，对，战地记者真的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，战地记者真的。去年不是日本那个战地记者被打死，打死，对啊，对啊，很危险，瑕疵的，对，我们很尊重他这个职业，嗯，对，他们看不起我没关系，看不起战地记者吗？你说完全都正确，我看得起战地记者，不是你看不起。这两件事情都讲对了。怎么站起来？你不能休息一下？年纪大了有权利啊，很累的。你叫的什么？这什么？赛车。赛车。便秘啊，哪个？赛车。赛车 F1。赛车 F1 赛车是。F1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反正快手术性骚扰，不可以骚扰。没有，我是说，我就鼓励他表演的好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可以这样鼓励。你待会再好好解释你的感觉是什么，动作先做好。舒服吗？刚打的。我是演学弟的，那我要问他，他打的舒服吗？什么？各位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火灾现场，我们现在赶快来救火，救火，救火！救火这样救的？救火！因为它水柱真的太大了，所以你们救火救火。哎，来了母贝贝。通常救火很少抱着下水道的那个管子，没有人这样抱，没有。可是没有人这样抱。你没办法抱啊，你可能就要这样抱。如果你们一定没有去过消防队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水龙还真重嘞，真重。水在冲的时候，那个冲的时候，它那个苗子手，最前面那个苗子手的那个多重啊？我十几公斤，非常强。哎，而且水压很强。你一定要抱。所以你再大声告诉我你的职业是消防员。非常好，你的职业是消防员。总比输气比较，恭喜陈德文的，耶 ！Thank you。好，记者单元真言说瞎话。来，我们今天是奶奶的先攻，我们先攻。拜看奶奶队，干什么？这个阵容。什么阵容？抢分抢成什么阵容？鸡排妹在里面有什么阵容？只要你没有在画，基本上就是整个战力提升。你觉得鸡排妹画的比我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不好说啊，现在超烂的吗？那我就换新了。所以制作单位找我来，这样才有效果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单元不要效果。认真要认真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单元说实在要成果，不要效果，好不好？看他绘画的成果。来，现在请戴眼罩。来，台湾女孩当我们的临时特战助理。没错啊。黄登辉，请坐先。对。金色的好了。啊。好不好？哦。这个太简单了。真的吗？这个太简单，吸星打。哦。不要诱导，不要诱导，鸡排妹不要被诱导到了。简单。有想法。有想法，跟着画就好了，跟着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本来就是跟着画，不然的。不然看到他能记多少啊？嗯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拭目以待了哈。嗯，30秒好好表现，准备，计时开始，来。哦，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就是厕所。对啊。你是我们国立大学的科系，叫做对，很明显，真的，我们电子系的，看到就知道了，也太简单了吧？哎呀，这个是小学的智商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要快，要不然来不及。基本上，我们规划了一个动物的类似。哎呀，你这个还行吗？他这一画，那你上面要交通工具啊，交通工具要有啊。你没有，来不及，来不及画，来不及画，绝对来不及画。太了然了。好，真
是错。哇，但是你来不及，谁叫你要这样画？对呀，这很明显啊，你没有交通工具，谁看得出来？怎么会小朋友这样走嘞？好了，少画了交通工具，来，你往这边走，来。你往那边走，没有腿吗？好，眼罩可以拿下来，会，好好的走出来就可以。这位太太，请问你有事吗？这位太太，转过来，来看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别动，别动，别过来，别再过来。麻烦请看这个模拟，二十秒开始，来，跟着画。你不要讲话，你不能讲话。反正来不及，就是要来。你也不能讲话，不行，照着画就好了，不行，照着画就好了，有什么画什么。这是一个来不及的做法啦，对啦，对不对？有什么画呀？但是图不能画得太复杂，对，太复杂来不及。三、二、一，我就是还没在等两小时都一样。来，请就位。不行，照着画没关系。讲话，我们只能画画，不能讲话，了解吧？好不好？来啦，给我成果，不要做效果，了解吧？好，来一杯。一开始看不懂。三十秒。懂了。开始。哎呀。厉害，好像哦，厉害，他真的厉害，哎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整个把他转过来了，对，他怎么知道走过去？非常好，他怎么会知道要走过去？他真的厉害，他真的比哪一个会画？如果这样子闹的话，真的，真的，哎，交通工具，交通工具，又来不及画交通工具，又来，我怎么知道是什么？好，不讲话，不讲话，我讲话了，平常都不搭交通工具，来，陈哥，把眼罩拿下。嘴歪眼斜的感觉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好，回头，岳云，20秒，请看。不是我害的，你要讲。你要照着画，不讲话，你不能讲话。你确定你要照着画？我跟你讲啦，你就是照着画啦。然后他刚刚少画东西，我们已经对你很有提示。没有照着画，我都不忍心了，他们。对呀，提示他很多。6、5、4、3，都算清楚。2、1。德烈加油！哎，陈德烈，不要急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怕我会忘记。有一集节目就是奶哥一直跟我讲，我就少了一个数字，哇，小人我就忘记了，还是你这一队的，你忘记了？哦，奶哥用过这一招。不要跟他聊了。徐爸爸今天没睡，你骗我，你又打我。原来奶哥用过这一招是吧？对。哦，那就算了，我就不聊了啊，不聊了。好了，别，干啥？30秒啊。我要左撇子。我跟你讲啊，陈德烈厉害，记不起来了。他上次光画一个，他真的厉害，二不做都不画不起来。难怪陈德烈放这一棒了，神奇啊！哎，什么叫救世主？就是这边的啦，救世主跟救世主不一样哦。他救什么？主啦，应该是主啦。哎呀，就这样，力挽狂澜。就厉害，他力挽狂澜。但是他画得很清楚，但是不一定哪个看得出来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黄生辉，不能讲话。好，来徐奶奶，她尽力休息，2分钟好好思考，仔细端详，计时开始。她画的真好，对，奶哥我跟鸡排妹画的一毛一样，真的，一模一样，一毛一样，你跟你一模一样 ，Coffee Machine， 连格数都一模一样，不讲话。鸡排妹可能病得不轻了，真的，就是脸部还是什么，还是一个白内障。我的妹嘞！哎，不能多说了啊！奶哥，你猜得到的，你加油。哦，你可以。他猜得到，我都猜不到了。你是不是？你跟他在欣赏谁的画作？这是一块切得很整齐的鸡排。那个问号，确定不是凤梨酥之类的吗？问。世间情为何物？有看到一道光吗？吊桥。对啊，你看到是个桥还是个铁路？哦，就你觉得这三样你看到哪一样？哦，你刚刚跟他讲那个交通工具，他猜出来。对，我们看到哪一样是很重要的。哎，没有有这么多种，谁知道什么？拜托好不好？拜托。没有。哎呦，生气啊！哎呦，铁路，它的一个问号。为什么没在理我？时间还在走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。问，不要急，这个不耐人寻味。还有什么？除了这个，你看到我从哪里来？这块我都，这块我也猜不出来。橄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橄榄，这块我真的都猜不出来。它是一个气势吗？它应该是个动物，它可能没有画。哇，哪里外星人吧？是什么动物？你觉得？隐约看着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十二生肖，羊猴猪，懂了。马。太重了，出来人鬼是草泥马，真是跟你讲的啦，草泥马，他已经骂脏话没声音，还有什么？
有动物了啊，有铁路了，还有什么？我们在提供意见。我等会说句话。它就是一个答案。湖南简称是下乡，广西简称哎干。是。这个铁路叫三二一。那就好像流民船了啊。时间到了，奶哥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四个字。哪四个字？名传大学，名传大学，对不起，这个是名传大学，名传大学，我真的很满意了，这是无路可走，哎呦，哎，我还是对一个字哎，啊，对啊，好厉害哦，奶哥，这也是对一个字也好厉害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摸不着边，我告诉你，无路可走是 EA 啊。EA 哦，哎对 EA 啊。没有我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丑的，然后三秒，一个字，来来来，蒙，一秒，喷，好，喷的好，他看不出来，看他的，来，这个，鸡排妹，你等一下会被射出一配哦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这什么？一样，差多了，二三四五六，这是麻将嘛，条嘛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条嘛，所以，这是哦，条。一到二条，这是这个什么不知道？问号？这是一个问号？不是吧？要四条，他应该是讲这个四条。来，至尊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快了，快了。回到四条，接近了，感觉就发现了命案凶手是谁了，快点。四条在这里。对，嗯，四条，四条，加油，听几个洞是不是？再来啊，五吧，五，少了五，他少了五条，少五条，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不讲话了，接近了。五条叫什么？五条，五条又叫什么？五路吗？五条又叫什么？锁，五五锁。哎，所以呢？哦，怎么了？答案是什么？这位博弈大师，请说。无所不在吗？我们怎么差那么多啊？我以为这是一个人，然后这是一个马，是一秒。一秒。我画在后面是因为我画太长了，把它涂掉。你如果真的把这个画出来，他一定猜得出来。哈林哥的歌了，无所不在。真的。你看，你还可以 E A， 很厉害。我真的知道啊，我真的知道。最少有 E A 哪个？非常厉害，好可惜，可惜了，这歌可惜拿出来。这个又是针对你，来来来，太不应该了，鸡排妹，你太不应该了，鸡排妹。是人家人嘛，是哪个？我以为你的天资聪颖，青春无敌，没想到。少来，你来画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只能说，你放两队交换。哎，漂亮人呐，压力很小。这个队形有钱才俊我就放心了。而且这最后帮什么有钱？有没有猜过这个单元？有。造化能力很强啊。我很厉害，而且我上次猜几乎99%要答对。真的。几乎要答对。都会画。可是白云哥猜我们就放心了。开玩笑，他在我就放心。是的，那可以。还是有点经验的。成语应该很多吧？当然，无所不在，都会不在。就会那个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是您说，我们都会认真的作画。对，你给我打呼，我就打你。对嘛？好，连招带起来，我们在打拼，你在打呼。对，太过分。带起来，抽签。选一个吉祥一点。干嘛？陆羽靠吉祥的，靠脑子。是是。有时候要靠一点运气。哇，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他们的应该是。我看啊，这要有点艺术天分，好不好？要有点艺术天分。这个基本上来讲有点放心了，对，好不好？啊，跟动物有关系。我不信。奶哥，你人太好了吧？奶哥，你怎么可以放水？我跟你讲，有时候就是歪打歪正。你太仁慈了，哎呦，太仁慈了。今天就是猜动物了。王建辉也是太夸张了。不要那么浮夸，把你的电影的角色拿出来。知道了，来准备，30秒计时开始。哇！我讲刚刚你看看，我们无所不在，是不是？也有飞禽啊，也有鸟啊，是不是？有一条啊，结果基本媒体里面基本都有动物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哇！哇塞！谁踩到你了？你踩到我了，好棒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哇！这在地球上都看得到啊。各位，这个基本上呢，这是我们应该可以放心90%了哈。应该是吧？
眼罩拿下来。哎，徐伯伯，怎么样？你第一关就放心90%了。90%，90%，90%，那就不用玩了嘛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开20秒开始。是不是真的？哪个没有说错？真的是个有动物的。你看看晨晨的表情，我猜他80%看不出来，中间这是一匹马。翻开歌词，意外走出哪一个的癖好？哪一个来口？头前因的是哆啦 A 梦，另外一面才有那部的歌。不舒服。小弟从以前到现在一直穿纸内裤。我们以前呢去一度外景下水哦，他起来剩下。白哥还有汪丽友珍藏多年未曝光的模仿绝技，效果一次到位，不用再看别台啦。天才冲冲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4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遇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。